小鬼黄鸿升穿上学生制服重返校园，找来多位好友修杰楷、欧汉声、谢坤达和卫斯理一起为新歌《我朋友》拍摄 MV。 虽然五人距离高中时代已经有好一大段时间，但吸引许多学生驻足围观。小鬼在 MV 中有一段偷看漂亮女生的戏码，果然只要眼睛一瞄过去就马上被兄弟八头警告。那个欧汉声就是一种大哥的感觉，然后我也是那种比较在学校里面比较爱打扮的那种男生，那修就是那种运动很强然后很帅的那种帅哥，那坤达跟我一样也都是比较痞痞的这样子，那卫斯理就是功课很好的公子哥这样子。一拿到篮球，五个大男人立刻玩疯，坐在推车内的小鬼只能任由好友嬉戏打闹，甚至惨遭篮球与攻击也毫无反抗之力。至于彼此的学生扮相，小鬼相当有自信的说，他扮起学生可是一点也没有违和感。因为我穿制服是就是公认穿制服最帅的、啊，对啊对啊，修杰楷是不穿衣服最帅啊，对啊，所以穿的最怪，最怪哦，应该是欧汉声吧，应该是欧汉声吧，因为欧弟哥看起来就是比较年纪比较沉稳一点。邀请曾是 Party Boys 成员卫斯理和坤达，以及屡次传出与小猪不和的欧弟跨刀演出，难不成有向罗志祥炫耀朋友圈之意吗？找他。他也在宣传啊，他也在忙啊，应该没办法，对啊。Yes娱乐新闻中心特别报道。